位民众啊，他不仅不戴口罩，不听从警察的劝阻，而且啊，经我们查证身份之后，他涉及到窃盗的通缉，那我们警察依照规定啊，也跟他依法来移送法办。那另外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那个员警受伤的状况？哦，总共在逮捕的过程啊，有两位同仁受伤，在我右手边的同仁，他脖子受伤，然后缝了七针。那左手边的同仁，左手的虎口受伤，总共缝了两针。那对于这两位同仁的英勇行为，我们予以肯定，也会予以的鼓励。那另外，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全国民众，在这疫情期间，希望能够遵守戴口罩的规定。那遇到警察来劝导，请依照规定来戴口罩，不要妨碍到疫情的扩散。有关社群网上贴文一段影片，龟山市场不戴口罩打架，本所员警到场了解，原来是员工与女性顾客发生口角，雇主劝退员工。由于影片明显雇主员工在公共场所均没有戴口罩，员警依规定开立记录表，函报主管机关市府卫生局裁罚。